你给爱丽丝弄这个位置弹，你每一种音乐都爱给爱丽丝弹弹看，每一种音色。最乱条了啦！好可怕！小声一点好了，小声一点好了。这个声音好听多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收录那么多奇怪的音效是用来做什么的。因为用不到啊，对不对？自己办自己，一个人也可以办乐团啊。那个声音，什么奇怪的声音，乐团也用不到啊。还有开枪的声音，砰砰的。这什么东西？那个龙卷风啊。龙卷风的声音，对啊，乐团用得到龙卷风的声音吗？还是下雨的声音？下雨的声音吗？准备换位置了。还玩不完了，太吵了。对，该去写功课了。你玩这个好不好，东东？这个是给你的啦。来，准备哦，你听哦。你不理我，哎，你不行，整个压在钢琴上会坏掉了。听这个，听这个。啊，坐着，东东，坐着，东东。东东，不要再弄了。那乖乖的，靠着你而已啊。重来，东东，东东是好再来才好。啊，哥哥很有耐心哎，你等弟弟弄完了，你帮弟弟弄一个奇怪的声音让他有。他喜欢那个奇怪的声音啊。你先随便乱弹一点。练习人家弹的。好，这样不错。有了，他没有弄了。他骗你。他还笑，他还偷笑。哥哥，我抓到你了吧？好了，彤彤，快趁现在。彤彤，就是现在。
爸爸陪，爸爸陪。